这是油条，这是油条，这是鸡爪子，对，这个好短啊，看，它这个就是要靠，它不是一个大，不是这个架，来，不是啊，我技法不对，我可以用那个吗？ 可以用钢材那个枪吗？可以，小点，对对对，你这个练功枪我来，不行。哎呀，我你看，我平时都是那个篮子太大了。篮子，对，那因为这个枪啊不能那么多，你看这个枪，你架上，上下上。 架起来这个枪，但这个就不需要，就是这种，你看，这已经进去，就是，这就是一翻，一翻你枪已经开了。如果要是，这已经进去。那其实你刚才那一下是劈的这个力，对吧？这是不是那个拦着那个劲儿？刚才，就是拦嘛，就是这个，你看，就是拦上的，这就是手上的一个旋转，嗯。 其实练的时候也是重，对呀，就是，啊，就这么多，哎，就这么多，不要，你这个大，你的心程就大了，是吧？大了以后你就慢了，你这儿，你这儿这么拦的时候，一拦就进去，那也就幅度就对，就几寸，哎，对，他因为什么？你这么一拦，一拿就把他的杆一划开以后。 就是把它的这个稍微往这么边上一走的时候，就够了。它这边上一走，那这已经戳，已经对，已经来加了，对吧？哎，那个把要满把，就不可以，哎，太大。 这一下，这个腿上啊，一定要站稳了。你这个练器械，你越练的这个膝盖晃动，你受伤越厉害。哦，你这个就是膝盖。桩要扎得稳稳的。这个桩是稳稳的。哦，就那个下盘不动。哎，对，基本不动。哎，对。 你到时候一晃，你把力量都走在那个膝盖上，晃多的越多，你受伤越多。对啊，就我在想这个问题，就其实晃代表这里在那个力量在动抖动卸掉了。